近视眼手术多少度就不能做了。如恩医生特邀专家刘慧峰，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。一般近视眼手术它是有度数限制的，那么对于近视眼来说，近视度数小于等于1200度是可以做的，散光是小于等于600度可以做。那么对于远视的患者呢，他度数必须是在小于等于600度之内才能做。当然了，我们能不能做近视眼手术其实不只是跟度数有关系的，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。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不是有圆锥角膜，角膜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，有没有严重的干眼，或者是全身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。比如说有一些全身免疫病的患者，甲亢啊，风湿性关节炎啊，这些它会造成严重的干眼，是不适合做近视眼手术的。还有一些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也是不建议做的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，它的绝对近畸症和相对近畸症是非常多的，所以建议需要做近视眼手术的人去正规医院检查，医生会告诉你能不能做近视眼手术。